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茱莉亚美国多彩生活的频道。今天是周末，茱莉亚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我们今天继续画黄石公园蒸汽泉。我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添加了调色板。大家现在看到右边的这个颜色的色块呢，是我在这一幅画里面用到的所有的颜色。那我在每个颜色的后面标注了名称。那个法国群青就是深蓝色，因为它靠两个色比较近，后面补上去的，所以那个名称呢，我用黄色来把它区分开来。为了控制影片的时长，所以我在编辑的时候加速了。那在加速了以后呢，看调色就不一定看得清楚。但是你在看影片的时候，可以把速度调整到慢速播放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欣赏一曲歌曲，我们边听边画。Haven't mattered in a while, and that Oklahoma.
其实我是非常的喜欢这一首歌，非常好听啊！我相信大家也像我一样非常 enjoy 这首歌。其实之前我有放过这首歌啊，大家都很喜欢，有朋友给我留言也希望我能够多上传一些我唱的歌，但是不行啊，都有版权声明。言归正传，我们这一幅画呢到下一期就应该是终结版了，不知道大家画得怎么样了呢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